了。公婆，你回去吧，媳妇再送官人一程。Thank you.
身风光，跨马又加一件裙装，为何卷我金铺墙？启禀老公公、状元公，请到。哦，快快有请，有请状元公。状元公，公公，臣子们有礼，大家还礼，请坐。哦，谢坐。恭喜状元公，贺喜状元公。你可是喜上加喜了，公公，何言喜上加喜？嘿嘿，状元公金榜题名，大魁天下，如今太后又要将你招为东床驸马了。啊，你一步登天，这造化可不小啊！公公发话得我讲，太后召我为东床，低下头来暗思想啊。
请坐，请坐。我就是这小店掌柜的张三牙。哦，张老板。坐着坐着。您尊姓大名啊？我叫秦香烈。哦，您到这汴梁来是投亲呢，还是访友啊？寻找我丈夫来了。那么你丈夫他叫什么？他叫陈世美。谁？陈世美。那这俩小孩呢？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哦，老伯，莫非与我丈夫相认吗？有过一面之缘。前三年呢，我这店里住过一个赶考的书生，是湖广晋州人，叫陈世美。他中了状元，做了官了。哎呀，儿啊，原来你爹爹高中了啊！老伯，我丈夫他如今住在哪里？他就住在驸马府啊！啊，什么驸马府啊？哎，我对你实说了吧。自从你丈夫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老太后十分的喜爱，把他招为东床驸马了。稍待，我与
乡亲一概不见，只是那一妇人引导他这乡亲，乃是阴火之母，冬妹之娘，一定要见驸马。他是一人前来，还是携有老小，只待两国有同，只去对他们演讲。本宫公务繁忙，不能接见之。转来，哎，赏他文银不良，命他们速回援军，另谋生路。去吧。是。哎哎，不准放他们进来，若是不遵，定要儿的狗命。他们官怎么样了？我家驸马引导他公务繁忙，不能接见，上帝文银不良，命你速回援军，另谋生路。问去吧。这银子我是不要的啊。事到如今，我对你实施了吧。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到了。这两国有我同年，这是他的一双儿女。好，我来问你，驸马府中近日有件大喜之事，你可知道？这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大门官，你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哎呀，夫人呐！非是小患不肯，只是我家驸马有言在先，小患不敢违抗。是乎，满官呐、可怜我母子受了千辛万苦，乞讨来进，指望夫妻不入团聚，谁想他周围驸马不肯相认，望求门官你相过之意，让我们见他一见。你让我们进去吧。这我会有条，你将罗裙扯下半幅交与小款，你就在前面闯，我在后面嚷，就是驸马怪罪下来，小官也有抵赖人之词。好，多谢了。低头哟，低头，我见过白天星，好儿女们下罗裙半幅，否官法。
侍奉二老，到我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吗？二老公婆他下世去了。爷爷奶奶想你想死了。盼望你家弟弟，万也盼望你家弟弟。
怎么？这世上
上真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你就这么忍受了吗？老哥，这是哪位大人命我开的？王延龄，王老丞相下手。哦，王丞相。那告状的女子带信儿堂回话啊！Yeah.
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留罪一二。好，这套就好。明日就是你丈夫寿诞之期，老夫还要亲自过府祝贺，我有意明日设法将你带进他府，你用相锦去掉边些歌词打动于他，倘若向你认下，岂不是好？事到日尽，也只好如此。老相公乃三朝元老，本宫有何德能敢老相公亲自前来祝贺？理当如此，来看理当。慢来慢来，本宫小小深臣应该受此厚礼。驸马，这叫做千里送我毛，礼轻人意重啊。如此多谢了，请干。啊，老相公，宾客居在洞庭，老相公请来日席。慢来慢来，像洞庭之上，老夫的门人甚多，若在一池饮酒，大家居有不便呢。好，将酒宴摆在西花厅，本宫亲自奉陪。这倒是的，这倒是的。老相公，请。马青。
了驸马是哪里人士？湖广荆州人士。哦，湖广荆州，正是。好地方，小地方。但不知贵乡是何名产奇珍？我们哪里无有什么名产奇珍？不过是吃了些文人才子。哦，如此说来，文章府邸礼仪之乡，礼仪之乡。赵王，若不是礼仪之乡，应能吃驸马你这样礼仪的人才？哎呀，相公你夸奖了。啊，驸马，你我二人在此饮酒，毫无趣味。命公我才女弹唱歌舞与相国家一门如何？哎呀，公我才女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不胜厌烦。以相国之见呢？有了，是才老夫路过长斋，见几个村妇在那里歌唱，倒也动听，倒不如换一个前来唱上几段，助助酒兴，你看如何？村歌野调怎能登这大雅之堂？驸马，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很呐。哎呀呀，老相公，只怕官职不雅。哦，驸马不允。好，老夫告辞。慢来慢来，老相公老相公，就一相公也就是了。治病才是。家友啊，你去吃长斋，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遵命。哎，要好点。哦，是是是是是。悄悄西廊记，歌唱万夫西。进宫下跪，参见相爷。进宫驸马。参见。来，将他轰了出去。出去，且慢。驸马，你认得他？我怎么会认识他呢？赵王，既不相认，村夫到此，驸马因何这样大惊小怪呀？今日乃是本宫的寿辰，你看这个村夫破衣烂衫，成何体统啊？你我听他的歌唱，你管他的衣衫之身呢、我这里宾客日晕，岂不惹人吃笑啊？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像你我在朝为官，服从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不曾嫁出一个好丈夫，故而他抛头露面，到此卖唱，驸马不怜悯于他，反笑他衣衫褴褛。哎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本宫不过是一句戏言。哎呀呀，你这一句戏言不知紧要，先是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一村妇唱的什么曲调？湖广荆州曲调。哦，什么湖广荆州曲调？哎呀呀，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哦，是了，像湖广荆州乃文章府的礼仪之乡，曲调嘛，想必也是好的。好好好，老夫倒要一饱耳福。那意思有叫他郎下去唱。是、慢来慢来，老夫年迈儿童，还是堂上唱。郎下唱，堂上唱，郎下唱。
老相公，怎么你又要告辞？不是啊，你我还来春府尝尝几端，为的是煮煮酒醒驸马，叫他廊下去唱，分明是先起于他，引发于我，故而告辞。叫他堂上唱也就是了，哼，多此一举嘛。来，又赐他个座位。谢相爷，慢慢的唱来。唱得好，驸马可曾听见啊？我不曾听见呐！哎呀呀呀，这样的好石头你不曾听见？无妨事，待老夫重说一遍你听。他唱的是唱的是夫在东来，妻在西，老燕分飞两别离，一个东，一个西，儿女不是儿女，夫妻。不是夫妻，相公啊，你的酒能了。无妨事，还有两句呢。身贵之见新人笑，笑笑什么？因祸不听旧人啼。因祸不听旧人啼，妙得紧，妙在这新人笑，旧人啼。老夫我好恨的，相公你恨着何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哼，你管他世态炎凉不炎凉，你的菜都凉了。无妨事，无妨事，凉在口内，热在心中，你倒是与不是？请，我说我的，你唱你。呀，
常在居庙吃吃，驸马因何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本宫今日明镜，毫无愁烦，相公不必多疑。哎呀，如此说来，我倒少见多怪了。啊，驸马，汉朝宋弘有两句隐喻，你可记得？啊，哪两句？他说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双亲，好一个贤德的儿媳！啊，驸马，是这样的女子是鲜少有吧？村歌一调，怎能当作真话呀？哦，怎么村歌一调不算真话？不算真话。驸马当初可曾听过这段歌词？我怎么会听过这段歌词呢？赵娃，你既不曾听过，你怎么晓得它不是真话呢？这个哪个啊？啊！唱啊！还是个做官的，真是。你唱了半日，你唱的是哪家事情？是我自己的苦情。哦，你自己的苦情，你叫何名字？我叫秦香莲。你丈夫叫何名字？这个。大胆地讲，老夫做主，叫什么？陈世美。大胆大骗。我竟敢提起驸马爷的名讳，难道你就不要脑袋了吗？下去。是家
台之上同名同姓的甚多，她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你说对不对呀？对对对对。都，本宫在此，哪个叫你这个奴才前来多管闲事，还不与我滚了出去！滚了出去！都与我滚了出去！嘿嘿，我倒不在乎，王下在场。啊，相爷。我纵有千言万语，也唱不出来了。哎，可怜呐、啊，可怜！啊，驸马，啊，相莲，你看你丈夫假装沉睡，像是有悔心之意，老夫暂退，你亲自哀告于他去吧。谢相爷。在旧日夫妻之情，为何逼我太甚呐？我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何言逼你太甚？你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你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这驸马的前。此举高攀不上，一心赖在我的身上，受人拨弄，想害我身败名裂。你还有什么旧日夫妻之情？以你之见，莫非要我母子销声灭迹不成？合乎天理，顺乎人情。这天理人情，只怕由不了你。由不了我也要由我，你与我滚了出去便罢，若不然我就要。你要怎样？我就要。驸马，为何变迁变次？是了，你怕夫妻相认之后身上降罪于你。不妨，你若将他认下，倘若身上降罪，老夫我盼着我指定前程不要，替你担待担待。想我一不欺君，二不害民，我要你替我担待何来？怎么你一不欺君，二不害民？呵呵，以老夫看来，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钢针。既有想过担待你，你回心转意了吧？听你二人是一唱一和，莫非是设下圈套陷害本宫不成？这是哪里说起？老夫好心好意，抓的夫妻相认，怎么说我设此圈套？哎呀，真真岂有此理！本宫之事不用你管。有道是：路不平有人搀，事不公有人管。此事啊，老夫我是管定了，只怕你管不了。管不了也要管，你认是不认？要认呐、啊，你认啊？老夫认他这身。你将他带回府去，烦闷之事叫他谈长极短，开心解闷，岂不是一举两得？懊恼！快到将军那府不漏。
不成，老夫的嗓门你拿在手，刀开封金榜头，却把为难之事，你可敢办得来？小人敢办得来。本宫平日待你如何？待小人恩重如山。启禀驸马，乃封府带领儿女直奔开封府而去。哼！韩琦，在明日将那一封府和梁国孩儿一起杀来见我。那丰富叫何名字？秦香莲，他身犯何罪？本宫之事不用你管。哦，是是是是是，我来。来，我要钢刀见血为证。啊，你要与我斩尽杀孽。丰富哪里走？Thank you.
陈驸马他将我含情在前，他将我杀。杀杀什么呀？他将我杀你母子，不是
清风。
传问什么呢？忙做了。啊，驸马，将他母子三人就该认下才是。本宫命你审问相马，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来，来，顺子叫，顺叫，且慢，哪里去？顺叫回婆，只恐你来迟，去也不得。无忌本宫休要待我我不枉你何来你家业
王朝。哎，是。是那个心上他彼此感情在面无糖的浓日压只在泪液的大堂上啊要定了压关为那桩事旁开封有人向我告我不深堂里问根苗。
人再走到
快放了陈驸马，放了驸马我放他的儿男呐、英神们岳小鬼他的儿活你我他呀十三骨肉力不断大大我这老命不要了你进不放陈驸马我死在开封你们谁敢承担哎那回
心不